这是新真理办公室做的哈，他就是做了一个铁道，然后铁道旁边哈就种了很多的这个花，然后树，他都有做，他都有做这个哈，做这个花的那个解说啦，马蹄金啦哈，紫苏啦这些哈，一直到含羞草这样哈，这个地方他等于是把它做个铁道在这里。哦，算蛮好的创意，这个创意不错，嗯，就是让人家来这边认识啊，哦，这些花花草草，还有接那个水龙头啊，这是新真理，五股新真理，台湾马兜铃。